一开始已经打了好几个了，我看后面要进去爱的，我又没见过后面的那个猫，都不相信他俩是一个星球的呢。那天的天气特别的冷，室外温度零下25度，但是那个脚就不停的在抖，就像跳踢踏舞一样。本来就给他买了两个宠物的电热毯，但是他都不喜欢上去，一天就围着烤那小太阳，睡觉前呢都要烤很久。然后这几天我就发现他一直在手动的转那个小太阳，我觉得特别有趣。他呢跑过来抢我的松子吃，然后我发现他剥了以后会犹豫一下，然后我就趁机把你抢走了。在这个地方爬到这么来久，但看来有人好像有点闲呢。前几天教官给他放了一个窝嘛，然后他特别喜欢那个窝。呀，我点了是窝呀。他看到我了就特别的着急，了吗？好像在告状一样，就围着那个放窝的草丛旁边转了好几圈。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唱日落，把那个灯球给吃了，看到就特别搞笑，然后勉强把那个灯球给挑出来了，装出像一个没事了。土豆儿，过来，来把我撞死来。本来就平时就傻不拉几的，喜欢乱跑乱撞，没想到啊就真听懂，然后就撞过来了。桃花，桃花，叫你不喝野疯子，这好了吧，人都肿了，这他们都是被死的咬的呀，简单的给了一点消炎药，这样已经好了。Come on, Kel. Come here, Kel. You need to go home. Come on. Let's go. Yo.I'm like an addict, do I gotta have it? I ain't even playing, got a really bad habit. 哎呀来了，疯了！哎妈，哎妈，那干啥呀？自从养你们之后，真的了，再也不会做了。收拾我也会收拾了，沙发也会封了，柜也会整了。这回好，门我都会安。我这房子买了也就两个月吧，大概沙发已经几乎就报废了。我那手脚就是那玻璃也给盖上了。